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小朋友们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跟我们小朋友们一起来展示一个来自于我们的 Zimba 仙霸这么一个玩具生产公司生产出来的一个非常棒的来自于我们的菲利这种飞翼的一个小马，适合于我们3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然后我们这个小的玩具呢，是非常棒的一个植绒那个小玩具。什么是要植绒那个小玩具呢？就是我们这个小的小马上面呢，是有非常棒的这种绒毛，然后摸起来呢，就像我们的毛绒玩具一样。但是呢，它是由这里面是这种塑料的一个硅胶做成，所以它是一个我们的植绒那个小玩具。我们是有2个小马，这是我们之前呢已经收集到的。这边呢是我们的 Patrick 和我们的 Felix， 以及呢它同样系列的2个球，这种彩球。我们今天呢是想再来继续拆开来我们这个蝴蝶系列的2个飞翼植绒小马。这边呢是它的2个这种标志，来自于我们的菲利，非常棒。在它的同样系列当中呢，是有在我们这个背面呢显示了大概是有20个我们的蝴蝶系列的菲利小马，各种各样的一个小马。然后这个小马呢都是带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蝴蝶一个翅膀，非常的炫酷，颜色也呢也是非常的棒。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镜头呢放近一点，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大一点的呢，是我们的粉色的一个小马，它的名字呢是叫 Jack， 旁边呢是有它的一张卡片。然后呢，我们的 Jack 呢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喜欢钓鱼的一个小马，然后他拥有呢自己是有一个小船，他的这个船的名字呢是叫海洋和香蕉，然后他的儿子呢是叫 Max， 也就是我们右边呢这只紫色棕毛的一个小马，这个带蝴蝶的一个翅膀的一个小马，他的名字呢是叫 Max， 然后他是我们这个粉色小马的一个儿子。这边呢是它的另外一个名字的一个卡片，然后上面呢是写上了我们小马的一个名字，它叫 Max， 然后 Max 呢是喜欢去探险，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探险家，喜欢呢用它的翅膀呢扑腾来扑腾去，飞来飞去，非常棒的一个游戏组套装。我们呢如果是喜欢我们这种小马的系列呢，可以搜集起来它各种各样的一个这种小马的一个玩具，同时呢它还有同样系列的蝴蝶系列的这种小船，各种各样的一个豪华大轮船，然后它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手机上或者是电脑可以下载下来的一个 APP。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到这个小马呢，它的翅膀是非常的别致的，并且呢在它的翅膀上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花纹，这样的一个镂空的一个花纹，画的是非常的漂亮。在它的额头上呢还有一个皇冠。我们的小马呢，我们的飞翼小马这个系列呢，不光是一个非常棒非常酷的一个小马，同时呢它还是一只可爱的一个小蝴蝶，头上呢是长了一个须须子的一个须角，背上呢是有2个非常可爱的一个银色的这种蓝色的小翅膀。好啦，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你带来这个小的一个视频，不要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赞加一鼓励，或者是你想看到更多的关于我们儿童玩具的视频的话呢，直接订阅我们频道，在平台当中搜索你的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啦。视频下方呢欢迎你能够留下你宝贵的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